哎，兄弟，藏到哪里啊？哎，这是放尸去吗？是做梦去呢？怎么放回来呀？你是哪玩做梦去呢？合肥还没飞行是不是？哎呦，这咋光听你声音没人来啥？哎，这怎么让我去？哎呦喂！哎呦，你咋没法让我进去？你咋没回来的？我们这儿这么冷吗？你咋穿单溜溜去啊？上海热的很嘛，热点。我们这儿冷的暖气都加上了。哦，这是夏天你薄凉凉的这个被子嘛？你给我铺上一个厚褥子，再给我换上一个厚被子行不行，老汉？行呀。换被子之前嘛，我先换衣裳。哎呀，赶快换一下。这边哎，看着，行不行？给你铺的是今年的新棉花，我换给你二十多年的老棉被子。哎呦，这个新棉花铺上软软的、绵绵的、热热的才好。那就今年给你也换成新棉花被子。哎，我就对了，新的嘛让老婆子盖好，老汉嘛盖住，老汉真把老婆子供着现在。这边儿腌蔬菜。哎呦，哎，我要要走的是天，老汉，我换一下，我发掉的，你干啥就赶紧干去。哎呦，今天你这个新棉花被子盖上舒服呀，绵绵的，还是不是太阳晒下的那个棉花的味道？那你就把枕头垫高，换起。